林可彤婚礼出状况，美丽新娘糗翻天。因为我要进来那一刻，就是每个人都快要哭了，因为就是很庄严的感觉。然后我一走进来，第一步就怎么拔不起来？然后里面就哄堂大笑，然后用力说：“我揉揉眼睛，以为是假的，怎么会有人走不进来？进门地方怎么会有地方卡鞋呢？”然后我的鞋子就这样好像卡进去。小燕有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